Catch 'em al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怪盗浣熊，今天继续来拆散情侣大作战二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能拆散几对就几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在海滩边怎样？夹角？哎，不行啊！不是啦，不会啊。然后嘞，冲浪？哎，不是吧？我又撮合他们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椰子，因为椰子掉下来没有帮女朋友挡，女朋友生气了是不是？好，这个什么草丛里有些，不是啦，误会啊，大哥是要给你啊，哦，狗狗，又是狗狗，然后嘞，一样那一招吗？不是、欸，给男生。什么、啊？不是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只狗不是他们家的狗吗？是吗？照妖镜，然后嘞？哎、欸，出来呀、啊！哦哟，这怎样？这什么？墙壁破掉，给你。这个嘞，这个要干嘛？把它贴起来。哦，不是吧？我这样是在帮他们，是不是？啊？他这只看到自己吓死了，是不是？长太丑，是不是？啊，长太丑了。奇怪，这要怎么做嘞？这里可以放啊，要不然胶带给他，给他，不行啊，戒指给他，给他，好好好，那我什么都不做，走走看。对啊，奇怪啊，这样子，还有其他道具吗？你是想怎样？那第一个粘起来嘞，他整指出来，感觉他也是跳到他身上啊。不要吧？对啊，你看，奇怪。是什么？我没有拿到吗？奇怪，咬一咬，也没有，到底。拿出来，出来，给他吗？没有亮啊。啊这个嘞，镜子给你，照他素颜。也不是啊。哦，口红。然后嘞，这个。什么？要干嘛？镜子给你。真的？确定？好，走吧。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哪里？什么？女装大佬是不是？偷拿人家女朋友口红要亲人家、啊？我靠！666啊！胡萝卜，胡萝卜干嘛？什么？欸？什么鬼？所以他是变态是不是？吃胡萝卜？欸，这是绝命终结战吧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绝命终结战、欸、有一集绝命终结战里面死神就是这样子，超可怕的。3D 眼镜是怎样？哦，
这个我们肥宅又在这里了，还有一个帅哥，人帅真好啊。这要干嘛？给帅哥吃，给他吃，给女朋友。啊！哎，什么鬼？把肥宅臭晕啊，然后他女朋友高兴，头壳有问题吧？把肥宅放哪里啊？奇怪，他要多喝饮料。哦，去上厕所，帅哥去上厕所。我来看看这个是什么，手机，手机，手机要干嘛？给他，给肥宅打电话给他男朋友，哈哈，一直打，然后跟女朋友看电话，一直有人打电话来，哇靠！肥宅复仇啊，谁叫你刚刚要放屁臭死我啊？我跟你讲。没错没错，就是你想那样。你就怎样把地板划破一个圈。哎哎哎，不是吧，放开那女孩。什么不能点。不是啦，哦哟。啊，所以这关是要怎样让我一直转圈圈。转圈圈。转圈圈。哎、欸，不是啦，不要停啊！重来一次，我们让他们一直转圈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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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地上划开一个圈。啊、好，两个人都被结成冰了。啊，这是要干嘛？咦，这里一个肥宅，他们两个踢到外太空去是不是？哇靠，肥宅胜利呀、啊！我操！那这个嘞，又是狗狗，又是狗狗，不是啦，哎、欸，喂喂，情人节过了，不要太过分哦。我觉得跟狗狗有关呢、欸。所以是要 ，Hello 狗狗，嗷嗷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飞盘，哦，然后嘞，又去找小黄书，哇靠，这是小黄书之神是不是？这是狗厉害呀、啊！又要干嘛？没有东西。没有东西。可以直接拿吗？要钱啊！给我钱。怎样把女朋友推飞？哎呦，不要再放闪啦、啊！所以到底是要怎样？推推就有钱吗？女朋友给我钱啊！老婆给我钱，老婆给我钱，给我钱。奇怪。ありがとう。不要啊！没有钱呢、啊，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小姐姐，你可以给我钱吗？好吧，到底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再试试看，到底哪里有东西啊？哎，这石头原来是要用拨的、啊，四两拨千斤呐、啊，这是什么？啤酒？哎呦，他吃什么？蜥蜴吗？哦，菠菜啦，吓死了！把女朋友一推出太空外，是不是？是怎样？帮女朋友拍照？好，拍照。然后嘞？ありがとう。是吧？哎，拍得很漂亮，所以女朋友满意，满意宝宝。吹他头发。拍出来，哥，那个像什么？像鬼一样，还有那个眼睛，我的妈呀！不知道怎样，点亮，哎、欸，乌
云这样子吗？不是吧？他会拿外套？哦哟，大哥，你的外套还不错啊，有防水是不是？哎，哦吼，这什么？拿水刀还是女朋友？卸妆液是不是？这女朋友颜值是用画出来的、啊？我觉得可以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把他灌醉，把他灌到去厕所。上一次好像也是这样哦，把男生灌到去厕所。可是那次是帅哥啊。然后嘞，把浣熊拉过来。喂喂喂喂喂，大小姐，我靠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浣熊？哎、欸，你看浣熊玫瑰花都毁掉了。刚才手机还没用啊，不知道是干嘛。你来喝酒，再喝酒，再喝一杯。好啦，去尿尿吧。手机给肥仔，给浣熊。I love you, baby。我靠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浣熊会有那个男生的那个、啊？为什么会有那个男生的电话？太可怕了！哦吼。下脚无穿裤，是咧创啥啊 ？Magic， 哦，有一个东西，兔兔，把兔兔拿掉。兔兔那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吃兔兔？哦，内裤是不是？帮他换内裤，然后女朋友就发现他男朋友有一个奇怪癖好，不是啊，不是换内裤哦，不然女生穿，啊不然嘞，放在这里面，你看。老婆，你看我变出一条内裤哎！那是哪个野女人的？这个是要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再去点那束花、啊，气死我！你都是骗人！来买东西，然后结果没有钱。男朋友你在干嘛？这样子，啊，这两个人在玩游戏呀！我靠，浣熊又被10,000,000点暴击啊！是怎样咬屁屁？咬屁屁，哇，赢了！然后女朋友就很生气，这么生气是不是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了，那《拆散情侣大作战2》这个系列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对于最后刚刚最后一关的情况啊，我想问问看各位观众，就是你们的女朋友啊，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玩个游戏，然后？玩输你了，然后就是你不让他、啊，然后他就生气。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朋友，欢迎在下面跟我分享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大大的喜欢，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